扇贝肉来袭了，看看这个带黄率多大哈，还有个大又圆哈，照点吧，吃着米饭。嗯，我们还有几个。再吃点个大的扇贝肉过瘾。还有几个这个，还有几个，特别棒哈。如果您们感觉那个有食欲的，想吃这个扇贝肉的哈，可以点击左下方啊购物车就可以买到了哈。你们收到的也是这么大啊，经济又实惠。如果你们不会做的，可以联系我。嗯，可以，越吃越香。这个辣椒，每一个都特别大哈，特别有食欲。这是我自己炒的啊，不会做的哈。只要跟我学。